主料白菜10片，猪肉50克，辅料油盐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白菜切丝备用，锅中加油，油热倒入肉丝翻炒，倒入少许酱油调色，先在锅里倒入白菜翻炒一会，白菜翻炒的差不多了，放入白菜叶翻炒，白菜炒熟后加入适量盐和味精即可出锅。烹饪技巧，白菜帮和白菜叶分开放入锅中，白菜帮炒熟需要的时间较长，如果帮和叶一同放入，白菜叶容易粘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